你这帮叫学卤米。小米。带我都不好看，带我，我老哥。这个你给小丁说，大哥。这个你要给小丁说哦。小丁，你不知道啊？刚才那个播那个呀，啊不看，晓得。哦，你第一次来啊？对，是我们的姐姐。哦，你第一次来了呀？嗯，真的吗，哥哥？哦，那好哎。在干嘛？在洗头发，他还在洗头发。好的，你想让你跟他说，我不会弄。我姐一定得了吗？这结了结了吗？结了吗？我觉得得我弄。Thank you.